他将无边界空间界火设立色不一空高不一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上上即是亦复如是设立自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谢谢诸位，谢谢院长洪老师。洪老师波罗波罗蜜多喝完观自在菩萨行深波罗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色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不异色色利子即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所想行识无意识无名色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十九合，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请将手中茶杯放置前方。今天是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给地给地波罗给地波罗僧给地菩提萨摩诃。至五台。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其身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色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说想行识亦复如是，色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所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色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菩提灭道无知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给地给地波罗给地波罗僧给地菩提萨埵诃。Yeah.
Thank you.
地波罗揭谛波罗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受想行识，受想行识，不言而必舍，不生。You will know